大家好，这里是子奈的喻言，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与陪伴。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，所以在这里祝大家七夕快乐。在神话传说中，鹊桥让牛郎织女得以相会，自古以来都是浪漫和美好的存在，所以在这个七夕，你愿意和我一起搭建生态鹊桥，来修复亚洲象的栖息地吗？